看好了，画跟脚一块到，胯跟脚一块到，胯跟脚一块到。对，明白了，再来一次 ，two， three， 走 ，two， three， 斜展 ，one， 很好，就是你们没体现出来你们的本有的实力啊。你们这一步可以做得多快啊？就这一步啊，你们的速度可以。你可以做得很快的呀，为什么你们没这么做？我这都跟你们学的啊！来，再来一次，准备 ，two， three， 起起，走 ，two， three， yes， 再多一点。如果能够让我的胯放的位置和角度更对的话，看，请再放的更多一点来看。切，我不希望的是，切，切，我希望的是切。哎，拧转的角度，再来一次 ，two， three， 去去下走，这个这个子，非常好，多了一下下，好，再来一次 ，two， three， 下下走，起子，哎，好多，再快一点，我们能不能不要这么多发力？分个大小行吗？什么叫分个大小？two three 小快慢，你要有大小，再来一次 two three 下下 one and two three 小快，哎，对了，放下，你们不怕摔倒吗？ two three 下下，你不怕摔倒了吗？下下，放。恰恰的脚到位，胯就要到位了，明白了？再来一次后退 ，two， three， 走 ，two， three， yes， 你们前面那句给的不够爽，你来做一遍，小东西，预备，走 ，two， 你看这个脚跟拿起来一下，不要拿起来，再来走，压住，再后退，再来一次，预备，后退，走，压住，别让我拿起来。再来预备，好，往下走，哎呀 ，yes， 好多，明白了吗？然后呢，听好了，你们的手位长得太丑了，你们手位丑是为什么？手位丑，在去做把就是做这种库克拉恰这种动作移动的时候呀，你们很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出胯的时候呀，你看我的手跟胯的平面什么看？我的胯走的时候才把我的手给。你看我的手跟我那天给你们上轮板还记得吗？还记得吗？啊，你的胯跟手，胯跟手，胯跟手，你往后退的时候，你们都着什么急呢？你们把手直勾勾的都打出去，你们觉得你跳舞很硬吗？看好了，去，好，打完了 ，and three， 能不能是去？看它跟你的，跟你的胯是什么？你看。当我的胯去向外摆的时候，我的手会跟着我的胯骨的弧线往外去走，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的胯骨下沉的时候，我的肩胛骨会下沉，对不对？那么跷跷板大家见过吗？当这里下沉的时候，我的手肘要干嘛？跷跷板翘起来，对不对？那如果我要是去，这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松的没有框架。那么当我的胯骨再去下沉的时候，我的肩胛骨下沉的时候，我的手大臂的位置啊，我的这个手肘啊，要翘起来，跟它产生一个这里往下，这里往上的动作。它会带着我的小臂，会接着有一个延伸。那么你们的这个出手，你们要找一个频率，什么频率？看，跟胯是一样的，跟胯。你看我这边手，跟胯，跟胯。哇哇，明白吗？而不是，你要跟跨跨跨跨跟跨走，明白了？你的手的频率要跟跨去走，跟脚去走。再来一次 ，two three， 真假的你也搞不见的 ，two three， 你看我的近视，我都没认。我是看模样看看 ，two three 下下走，跟跨对对，哎呀，哎呀，太快了，不快呀，这个手，这个手就怎么这样？它不可以这样吗？它不可以这样吗？啊？
明白吗？就这么简单。那再来一次 ，three three， 走 ，two three，两下，two， 差一下，砸死了。强，强，非常好。什么叫帅？什么叫美？这叫直勾勾的，吓人。强强，男生去展示你的后背块 ，action， 女生去展示你的漂亮的臀部，啊，好的线条，金字塔骨，手指尖，你只有放大才能出线条，你在撑着干什么呢？在那支撑着，你在干什么呢？摆造型的一样。再来 ，two，three。走 ，two，three，yes， 放放放放放放，对，啊，再来一次 ，one，two，three， 走 ，two，three，yes， 下，我觉得你们的脚让我感受不到你们用力的感受，你们的腿是这样 ，two，three， 我要真的感受到你们的脚是有力的。有力，有力，看到没？他在什么推？他的脚是真的有力在推，有力的，有力的，松，有力，你的很有力，嗡一下，有力的，是啊，动物有力的，你的，哇，有力，你们的腿都是，首先连直都打不了。直好吗？用力，你的力量是往下推啊！再来一次 ，two three， 去去走 ，two three， 下下哇，漂亮多了。但是你们还是习惯这样，这个脚不用，这个脚用力，这个脚用，这个脚用力。我看不到谁看，这个脚走不动，这个脚可以没力吗？那我这个脚放松，这个脚可以没力吗？是不是这个脚走，这个脚也要有力？这个脚走，这个脚也要有力？两个脚时刻都在不断的去跟地板产生一上一下的作用嘛，对吧？再来一次 ，one，two，three， 走 ，two，three， 一下子腿 ，yes，yes， 好的主力腿，好的支撑，然后再次准备扭转，预备，走手。去，你看第二遍都不是你们了。再来，我的这个其实是我的问题，就是按理来说，第二遍和第一遍的结尾和第二遍的开头是不能停下的。那老师当习惯了就会停下来检查一下，停下来检查一下。其实最不应该停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连接，评委要看的不是你要停的，是你能不能接上。所以我要看的不是 two，three。下下哇！我要开始去，所以你能不能借着这个重量的位置倒接着去走？它是好看的，明白吗？啊，连起来，再来一次 ，one，two，three， 去去走 ，two，three， 下下 ，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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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四加加，哎，好多了，最起码感觉到你们是整体动了，但有一步结尾不好，这种动作是最挺能体现恰恰的。这种动作是最能体现恰恰的，恰恰的节奏就是重拍在腕上面 ，two，three，恰恰。你们都不能给我一个很好的身体的控制力，到底我都是看那个 three 下下 one 去 one 去 run 去 one， 再来一个 one two three 走 and two three 下下 one and two three 下下 and one two and three 脚用力 two three 下下 and one two。Yeah， 下下 ，one two three， 下下 ，one two three， 速度力量放紧喽 ，two three。
家家哇，请立啊，家家家家走，请立家家一哇。去练力，练手臂，走，去，这里脚也是重，练气，加嘎，气气气，多。然后啊，你们的脚到位的时候，那个碎的那些毛病都跑。脚板的到位，就是在我认知以来，什么叫好的底盘呢？就你看这些老师们，专业老师们跳舞，他们都有一个好的，不管他是什么级别的选手，他有一点，他脚到位就好。是不是？是不是吧？是的。那你们是不是吧？不是。我们进步了，最起码有自知之明。啊，好事好事。你们总是会有一些什么？挂。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对自己的下一步和对自己的身体掌控力没有数，你们又想做好，但是你们又做不了你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所以你们就会要上身是带满了各种激情，而下身是充满了各种迷惑的包袱。明白吧？就是我上身想的，我要是做老师，我要有老师。你想你一跳舞，技巧吗？没有啊，你别人家跳的也很好，小品。是呀，明白吗？你们一跳。首先，你们要很清楚的预判，你们在这练基本步，你们有没有练过一个东西？老师说的一个东西叫做方位、方向，对不对？你们有发现拉丁舞里面的转多角度吗？四分之一转，八分之一转，二分之一转，对不对？为什么？包括旋转啊，转一周的时候，身体是八分之七截止，而不是整个一圈截止，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告诉你我的开始与结束要交代的清清楚楚，如果我的结束每一次落脚的位置都是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样，那我有一次准了吗？什么叫做精准？就是练一百次一百次一百次都是这一个位置。那你们看刚才纽约步第一个 check， 我们有的人是往左前方，有的是往斜前方，有的人干脆哪一方也不是，先出去再说。我不管你们是哪一方，我也不管你们是什么方位，哪一种方位都可以，但是我请你每一次都是哪一方，明白吗？你后退，你不要今天给我退到前重心，明天连退都不退，后天心血来潮了试一试惯重心，你不要，你每次都给我练，你只有每一次练习惯了，你有一个最起码的掌控度之后，你就知道你该放多少重心了。要不然你每次旋转你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放重心，但是你每次知道转到这里来停，那我就开始放重心，那你一定是稳的，明白了吗？所以你的脚和你的重量是否准确，是舞蹈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节奏，很重要的关键。你们有的时候脚到了，重量不到，那脚就会虚；如果重量先到了，脚没到，那就会什么？站不稳。脚先到了，身体没到，那脚就会虚没劲啊。那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脚和身体一起到，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萝卜一个坑嘛，明白了？还有的手，你看我这，你先想想，我先这样，大后天拍照的时候设计是那不行，明白了？准确度 M 就不是 1A， 明白了？再来一次 1, 2, 3。下下走 ，and two three， 下下 one，and two three， 下下 one，two and three，and 下下 one，and two three， 下下 one，and two three，and 下下 one，and two three， 下下 one，two and three，and 下下。好，我们刚才说什么时候打手呀？我们刚才说的是对。再来 ，one， 你们要把那个歌拍跳出来。two， three， 下下 ，one and two， three and 下下 ，one and two， three 下下 ，and one， two， three and 下下 ，one and two， three 下下 ，and one， two， three 手 and 下下 ，and one and two， three and。